H10 头灯的这个光型呢，坦白说，在我目前设计的所有的头灯里面，它是最完美、最漂亮的。Pro Pose 的这个 Matrix 的头灯呢，在我的心里面已经构思很久了。以往这种 Matrix 的头灯呢，在四轮上是比较常见的。那由于它的造价昂贵，所以应用在二轮这边的话，几乎是国内是没有人这样做过。汽车上面的 Matrix Light， 它是单一颗大的鱼眼透镜，后面一个 LED 板，上面无数颗的 LED。第一个，你从外观看，你会看到一颗圆球，就这样子。那我们觉得说，我们想要传达的科技感是可视的，把一颗灯拆开成无数个小灯，并且把它排列下来，也可以同时达到它该要有的效果以外，外观上看你也可以直接看到我们要传达的科技感、未来感不一样的。我们认为什么叫智能，必须要是主动式提供功能，在消费者还没有想到我需要这个功能的时候，它就提供了。我们今天中间有一条位置灯，但下面有13个 pixel， 它可以有不同的点亮方式，比如说 G sensor， 它会在你骑乘的时候，当你过弯倾角过大的时候，你的灯会有一些区域进入地板底下你会看不到的暗区，我们弯道辅助照明会启动，把那个暗区补足，让你在过弯的时候更有安心、更稳定的感觉。当你回正的时候，你加速速度到达一定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需要的是前方的照射亮度要更亮，这时我们就会启动了高速模式，把那个区域补足。在都会骑乘，其实我们观察到你必须要注意到的是左右两边的突发状况，你把速度降下来的时候，它同时又会按下来去补足左右两边的广度。灯这东西其实很敏感，你只要差0.1度，你搭出来的灯它其实就已经会偏角度。三个透镜都各司其职，有不同的功能，上面的条花、上面的粗光面全部都是不同的花纹，来去满足 Matrix Light 我们要达到的效果。它的单边可以提供到我们40度的照明，它的中心亮度呢达到14700 CD。那这个过程里面，其实不管是在设计的过程还是在开发的过程里面，我们遇到的困难相当的多，不管是灯具的一开始的起始的设计，到后面的开发过程，到现场的组装，其实都是蛮挑战我们以前的那个水准跟标准。